诸位好，欢迎大家选择文都，我是唐宋，大唐王朝的唐，大宋江山的宋。看见这个名字，诸位就知道，我如果不教历史学，不做文史研究的话，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就在2019年的考生。还没有上考场的时候，我还带着上一届诸位的师兄师姐们奋战在考研的最前线的时候，2020年，作为诸位新的一届，我们又要开始在漫漫征途当中度过一年。按照每年我们正常的习惯。从今天开始，我会陪伴着诸位走过，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疲惫，但是也最绚烂多彩的一年。网上都流传，他把像我们这样的人，像诸位这样的人，称作考研狗，就好像说某人是单身狗一样。总带有着丝丝苦涩的感觉，是这样。如果论幸福和苦难，考研，在我看来，放在整个人生的轨迹当中，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苦难。相反，我倒觉得，如果我能跟诸位互换一下角色的话，或者，我能够有能力穿越回我当年备考的时候，我更愿意像诸位一样，去做一个考研狗，而不愿意去做一个扮演我今天角色的这样一个人。老实说，我倒觉得我要比诸位辛苦一些。好，我们长话短说，今天是2020年统考313。历史学的讲座，导学部分，我解释一下，何为导学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的两个课时当中，我不会太涉及关于我们课程内容的本身，但是今天这个课程四个字叫有言在先，有很多注意事项，等我正式。陪伴着诸位进入正式学习的时候，我要把这些注意事项、有言在先的，先跟诸位交代清楚。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每一届学生在最开始第一面见到我的时候，在我开始导学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你真的喜欢历史学吗？你不要着急回答我，想好再说。按照我们社会科学正常的习惯，在座的诸位，女同学的比例可能要超过男生。不管是男孩是女孩。有一个算一个。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母或者外在社会的压力强迫你嫁给或者迎娶一位你自己并不爱的男生或者女生，你会妥协吗？前提是。这个男人并不是很有钱，长得也不是很帅。每次每年我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有女孩子会起哄，会抬杠。我说，如果有一个男孩，你的父母强迫你嫁给他，可是你不喜欢他，你愿意吗？总有女孩子抬杠啊，告诉唐宋他长得帅吗？那我告诉你，他长得也就我这德行。你还愿意吗？
他的经济状况也就我这德行，勉强饿不死。如果是这样，你还愿意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反抗到底，搞不好你会誓死反抗。那么好，我现在想问问诸位，如果一个发型你做坏了，最多难过10天；如果一双鞋子你买坏了，号码不合适，最多坚持1个月；如果你一顿饭吃坏了，最多难受1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专业选错了，你该如何自处？在我看来，一个人选错了自己的专业，要比选错了婚姻更可怕。古人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但是今天呢，在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变了，社会基础、社会结构也变了，男人依然怕入错行，但是我们也很怕娶错新娘。同样，女人照样也怕入错行。那我问你，你选择自己事业的前提是什么？当然是自己的专业呀。你总不能在研究生的学习生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我以后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专业不对口的。那你还学它干什么呢？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专业才是你正确的选择？作为一个过来的老男人，我想提醒诸位学弟、学妹、美女、帅哥，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你学的好坏的差距。不是所有学了 IT 的都可以变成 IT 精英，有很多人进网吧他做了网管。不是所有学国际贸易的都可以到国际上去从事贸易，有很多在过街天桥摆了地摊儿。可是你能说 IT 这个专业不好吗？你能说国际贸易这个专业有问题，所以它耽误了你吗？恐怕不能吧。那到底什么样的专业才好？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专业有好坏之分，专业有冷门和热门。我只问你，哪怕你所选择的专业就业率非常低，整个全专业2个班50个人，就2个人就业了，我只问你，你为什么就不敢保证这唯一2个就业的人其中一个就是你呢？我告诉诸位，其实每当你在盘算着什么专业吃香、什么专业热门、什么专业好就业、什么专业薪酬高的时候，诸位，我告诉你，其实你的思路错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在投机。何为投机啊？你希望自己通过最少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报酬，不是吗？我问你，最少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报酬，这不是投机是什么？我不求事半而功倍，我只想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一分汗水换一分收获，这样不好吗？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再去追究哪些专业紧俏，出来好就业，
学校还没踏出门呢，公司就到校园里面签单子，年薪45万往上，还是税后。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付出的比别人少，可是你的薪酬却比别人高，凭什么？不要这样想，思路有错误。那么，如果你不抱着这种希望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的投机心理去选专业的话，那到底什么专业才是最好的专业啊？同理，专业没有好坏。记着，我刚才拿婚姻、爱情举例子来类比你选择专业，我现在告诉你，听好。哪个女孩或者哪个男生更适合你，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娶到校花的那个男生，他可能会很痛苦，你相信吗？最终和校草牵手成功的那个女孩，可能就没有幸福过。你不反驳我吧？有的女生颜值不高，没有身材，但是你就是喜欢跟她在一起。只有跟她在一起，你才有那种静静的坐在壁炉旁的感觉。她带给你的不是什么触目惊心的惊艳，而是一份安心。你心里很清楚，只有跟他在一起，才有白头到老可言。那么，如果你能把你选择伴侣的这种心态用到你选择专业上，你就肯定不会犯错。记着，最合适你的专业，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专业。如果你去选择光鲜亮丽的那些 MBA 啦，那些金融管理啦，那些何等高大上的各种 IT 啦，我作为文史研究的人员，我也不太懂这些理工科的啊。好，相当于什么？你嫁的，你娶的，是在众人眼中很好，但是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或者女人，不要犯这种低智商的错误。别忘了，打今儿起，你已经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种低情商、低智商才会犯的错误，我希望你不要犯。好了，我说了，只有你自己喜欢的专业，才是最适合你的专业。我想再把这个话说得更深刻一些。诸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啊，你从小到大自己的生命轨迹和你的同龄人之间并没有些许差别。你和自己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区里面的那个发小，你还记得吗？父母不但是同事，而且是朋友。你们两个从小在一个学校，甚至在一个学前班，在一所幼儿园。从光屁股的时候，你们两个就认识，一直到今天。尽管你们两个人亲密无间，他是你没有血缘关系的最亲最亲的人，可是你有没有奇怪的发现，你们两个的性格、爱好并不完全相同。我再问你，全班同学，无论男女，你觉得你们的人生轨迹差别很大吗？你们享受的是同一套教学班子，是同一套标准化试题，是同样的老师从一年级教了16年把你们教到现在的。可是为什么你们之间性格的差异就会如此之大？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就喜欢美术，像我这样的打死都学不好数学。你不觉得奇怪吗？在我看来，就在你诞生的时候，上帝在你的骨髓里面烙下了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有两次使用。第一次，就是在你自己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扫清楚、识别出骨髓当中上帝烙给你的这张二维码，看看你自己到底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当然，还有一次，是你的另一半去识别这个二维码。好，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你选择历史学，或者你已经决定选择历史学，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深爱着他。每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有学生想问我，唐宋，你深爱历史吗？我告诉诸位，我对文史研究已经无感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它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身躯，是我自己的血液。我和文史研究已经不可以用不离不弃、形影难分，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它已经渗入我的骨髓。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试图接近、破译上帝烙在我骨髓当中的这张二维码。至今为止，我已经奔四的人了。我解读了20年，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因为它带给我太多的幸福和快乐。所以，不要再问我是不是喜欢历史。我告诉诸位，2020年，就在你准备考研的时候，你听了我的课。等到2040年，你已经找到了你可以解读你骨髓当中第二张二维码的另一半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有小宝宝了。说不定，还是在某个地方，城市的 logo 屏幕上，你还会见到我依然站在学校的讲台上，依然在讲文史。我告诉你，我生就是为讲台所生，死我也只会死在讲台上。关键是，别的我也不会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说，关于你选择自己喜欢，是不是喜欢历史学专业的这个问题。在西方，婚礼上总要宣读誓词。今儿是我们2020年度开学第一次的导学课，现在时间还尚早，如果听完我这番话之后，你想打退堂鼓，我一定支持你。你现在重新做出选择，还来得及。一旦你一脚迈上贼船，耽误了2-3年的时间，你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历史。到那个时候，谁该为你今天莽撞的选择买单？你自己要想好。西方的婚礼上会宣读誓词，好。如果你真的觉得，我的确发自内心的喜欢文史，我就是喜欢历史，我就愿意一生跟历史耳鬓厮磨。来，黑板上有一段誓言，我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宣读。你愿意选择历史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专业，深爱历史，忠诚史学。无论富贵还是贫困，健康还是疾病，都与历史学不离不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吗？好，我能听到，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出声，但是你在心底
已经默默的点头了。我很开心。为什么开心？至少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依然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守候自己的信仰，坚守文史研究的阵地，甚至宁愿清贫。我很欣慰。来，给大家分享一句台词。在2018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影片叫《无问西东》，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观影。里面有一句台词，传遍了微博，发遍了朋友圈。我很喜欢这句台词。既然诸位已经宣誓了，我把这句台词分享给大家。这个世界永远都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能从内心发出的真诚。记住，什么叫成熟？一个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用尽全力去争取它，争取到了之后，用你的生命去珍惜它，这叫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幸福。无论是专业、事业，还是爱情、婚姻、家庭，赞同我吗？